夜的月光洒满琴弦，我和你徘徊在寂寞耳边，轻轻吟诵回不去的从前，还有飘在空中的风筝断了线。那一夜的思念拨动心弦，爱与恨偷偷放纵了无言，见或不见都在痛的边缘，那把为我挡雨的伞残缺不全。月初与你相见，月落再不相见，月初现眷恋，秦王孙，你这是在干什么？闲得无事，编个篮子，又来放笔墨。你的手可抚琴，可写字，但不应当干这样的粗活。这世上啊，哪有什么当做不当做的？有需要，便做了。我倒是忘了问你了，你怎么来了？我是特意来向秦王孙道谢的。道谢，你替我们解决了很大的麻烦。你们若非是秦王孙的帮助，现在吕不韦也无法摆脱王上的猜忌。跟吕兄相比啊，我只是一个没用的人，不值得你们感谢。不，吕不韦聪明果断，别人不能欺骗他。秦王孙虚怀若谷，又以诚待人，别人不忍心欺骗。那在你看来，我们两个哪一个更好呢？嗯，吕不韦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秦王孙有足够的才智，却从来不会利用他来伤害别人，是知其可为而不为，所以自然是你更好。可是你们两个更相像，是吗？逃吧。逃？赵王志在必得，你要是不想做他的嫔妃，只剩下最后这个法子。我们离开，你怎么办？之前没有你们的时候啊，我不也挺好的吗？不行，现在赵秦正在交战，秦王孙可能随时会有杀身之祸。你们两个留下来，无非是多两个陪葬，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去吧，去找吕不韦，他会告诉你该怎么做。马上就去。还有，从今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这浩兰姐，主人都筹备好了，一切按计划行事。浩兰，
浩兰见过王上。不必拘礼啊，寡人说过多少次了，得跟你道个歉啊，寡人这一病不起，册封之事恐怕要推迟了。王上，正式册封之前，浩兰有个请求。嗯。别！哎呀，怎么又跪下了？什么事儿？快说啊！浩兰能得到王上的青睐，实在是上天庇护。本来不该再有任何请求，但此事重大，浩兰想要回家探望父母和家人，请求王上允许，浩兰出宫几日，与父母一叙天伦，顺便禀明此事。这正常吧？正常。寡人就准你三日，回御史府看看。谢王上。寡人不急，不急，好日子还长着呢。不急，不急。阿月，你可想好了？开弓没有回头箭，举棋无悔。既然你已经下定决心，我只想说，浩兰，一路珍重。小春，你为什么还留在宫里？我曾无数次的想过，如果有一天能离开这儿，我就开天下最大的医馆，挣数不清的钱，整日里逍遥快活，一杯老酒，三两好友，管他谁得了天下，谁入了地狱。这可真是个惬意的理想，只可惜我欠债，在我没有清账以前只能守在这儿。欠债？你欠谁的债？走吧走吧，不要再回头了。小春，若能做天下第一俗人，不是更好？令牌。御。嗯。放行。撤。撤。你们在干什么？浩兰，你回来了。哎，你干什么？你干什么？我不想看到你们。你为什么这么固执？都走开！你太固执了。我固执，父亲见我，我却永远不会。我永远都记得我母亲是怎么死的。一命偿一命，我已经得到了应有的报应。白发人送黑发人，有比这个更惨的吗？如果你泉下有知，请你原谅我。苍天啊，一切都是我的错，为什么要报应在秀玉的身上？有什么错都冲着我来的？秀玉犯下所有的错，我用余生去偿还，只是求你不要再让秀玉托生在这样的人。再受同样的苦。好了，你娘是天底下最善良的女人，如果她还活着，
一定不愿意看到你带着如此刻骨的仇恨去生活。他都成这样，还挣扎着要来赔罪。即使他有天大的罪过，你也应该宽恕他呀。浩兰，我愿意让出正妻之位，百年以后，让你娘陪葬在你父亲的身边。你，我们马上把你娘的墓迁回李家墓园，生是李家的人，死，他也应该葬在那儿。你真的愿意替我母亲迁墓？我不是请你原谅，我只是自己在赎罪。我今天说的话，如果有半句谎话，天打雷劈，不得好死。浩兰，你应当尊重你娘的心愿呢。你的房间已经收拾好了，可以回来住吗？不，我已经和李家没有关系了。如今秀玉没了，你是为夫唯一的女儿啊，后日便是为夫的寿辰，你难道忍心让为夫一个人孤零零的过寿？父亲，最后一次成全为夫的心意，好不好？我求你了。林女官，我们送你回御史府吧。不，我想一个人随便走走。余少府，我会护送李女官回御史府，你们几个找地儿喝酒去吧。啊，这你们还怕我把人拐跑了？去吧去吧，那咱们远远的跟着保护李女官。随便你们吧。你不想回李家？不想。可是你还是要决定要回去。为了母亲的心愿，虽然我不赞同，但必须尊重。今晚有庙会想去看看吗？可是他们有钱能使鬼推磨。哎，行，快点走啊！这对娃娃，可爱吗？傻东西！你们男人总是忽略这些可爱的东西，在你们眼中，难道只有闪闪发光的金子和权势才能让你们兴奋吗？不是不喜欢吗？到现在，我也不觉得这娃娃可爱。那你为什么要买？你一直在帮助我，可你真的喜欢名利吗？不，你不喜欢。那我为什么不能为了你买下这娃娃呢？不管你想要什么，
我都会捧到你的面前，只要能博你一笑。好一个财大气粗的吕少府，若我要这天下，你能我取下来吗？你想要吗？我看是你想要才是。我再跟你说一次，我入宫是为了我自己，不是为了你。别总往自己脸上贴金。哎，金钱虽好，权势再美，只要我握住你的手，那些权没那么重要。去哪儿？不管去哪儿，咱们都在一起。那你的富贵权势呢？我就是财富，你拥有了我，害怕将来没有权势富贵吗？从未见过如此自大之人。秦王孙呢？秦王孙是少有的聪明人，他一定有自保的法子。好了，我已经在部署，这几日就能齐备，你等着我。父亲，能不能跟我说两句话？你想说什么？到了今日，你还是不肯原谅我。女不言负过，哪怕您做错了，也轮不到我来评判。您要赢得谅解的那个人不是我。是啊，我知道。为父这一生追逐名利、贪慕虚荣，做错了许多事情，我没有资格求得你的原谅。可是后来，平心而论，以往为父待你不好吗？不疼你吗？仇恨带来的杀戮已经带走了你娘，带走了秀玉，难道还要让这种悲剧继续下去？我失去了一个亲人又一个亲人，这种锥心之痛你能体会吗？父亲，症结不在于我。不，也不全在于他呀。你知道吗，听闻了秀玉的死讯之后，我原以为他会发疯发狂，可是他没有，他在极度的悲伤之后一下子大彻大悟了，他不再怨恨你，也不再日日喊着要找你复仇了。咱能不能让仇恨到此为止，让一切都回归平静啊？树欲静而风不止，但愿他是真心悔过。是，他是。为父向你保证，他绝对不会再伤害你了。夜深了，父亲早些回去休息吧。
有劳了，医师。芳草，放心。你这是干什么？奴婢。芳草，退下。诺。母亲的病体还未痊愈，切莫着凉。多谢关心。母亲好好休息。医师，请吧。医师，请。啊，情况如何？李御史，御史父脉象平稳有力，身体确实在逐渐康复啊。啊，明日是我的寿宴，不知那人能否参加？但去无妨，但是谨记一点，切不可太过操劳。好，好，好。医师，啊，多谢你了。啊，好，告辞。好，医师请。送医师出府。家主，这是宾客名单，已经准备就绪，请您过目。好。家主。哟。我有一个请求。好。家主寿宴能否把我的兄长和侄儿一块儿请过来？这原本就是个家中小宴，舅兄事忙，就不要惊动他了。家主寿宴不是小事，同是家人，怎能不请？那父亲啊，既然母亲坚持，您就去请吧。那好啊，好，好，好，我这就差人去请。谢家主体恤。好。浩兰，我的身体尚未痊愈，家主寿宴的事，全由你来操办了。是。恭喜恭喜啊！你那边请。哎，恭喜啊！恭喜，大人请。姑父，好，杨贤侄。哎呀，舅兄，请。寿宴马上就要开始了，请母亲入席。浩兰，陪我坐一会儿吧。前厅是忙，浩兰还有很多事情要准备。再忙，也不差这一会儿。你说吧。那一年，王宫盛宴，少女们华彩盛装，花团锦簇。在宴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你的父亲。他站在人群里，我第一眼就看到了他。我只看到了他。人老了，有的时候会透不过气，含一片参片就会好些。那时候，李府门第寻常，可我就是铁了心要跟他在一起。父兄暴怒，可是谁也不能够劝阻我。当婚书来到了高府，我第一次感受到爱上一个人是那么的满心欢喜。我还以为你一直就是这么凶恶的模样。我年轻那会儿长得很漂亮，甚至比你娘长得更美。可是人到中年，相貌被性情所左右了。浩兰，在你的眼里，我是不是一直都那么凶狠，一直那么丑陋？不瞒你说，我以前一直想要跟你娘好好的相处，直到有一天我无意经过她的房门，
我看到了我的夫君在为他画眉，我的夫君手里拿着一根柳枝，他的眉头微蹙，手有些发抖，直到把他的那双眉画得长长的，像远山一样的秀丽。我还记得他当时的模样，紧张深情又那么可爱。从那个时候我才发现，我的新房虽然奢华却那么寒冷。你娘住在旧屋，用着旧物，可是她的房间沐浴着春光。我羡慕，我真的很羡慕。渐渐的，这种羡慕化成了恨，这种恨酿成了毒，一直在煎熬着我的心肝。所以你就恨上了我娘？我怎能不恨？往事历历在目，全都化成了恨，只有恨。我娘是明媒正娶，却落得偏居一隅。她苦熬了这么多年，最终也没落得好下场，这有什么好恨的呀？所以她错了，我错了，所有的人都错了。殃及子女，生不如死。你怎么了？我没什么，我只是想告诉你，我不恨你了。我现在真的一点都不恨你。秀玉从小就喜欢跟着你跑，她跟我说你是她的榜样，她喜欢你，她太想成为你，所以你们爱上了同一个男人，杀了你。他的心比谁都煎熬，可那就是命，是场噩梦，他逃不脱。今天我就把我的命唱给你娘，但是好兰，你也一定要去陪秀玉。祖母，祖母，来人了，来人！阿敏，夫人，阿敏，夫人，阿敏，这是怎么了？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父亲，这是夫人，夫人呐，这是怎么回事啊？阿敏啊，这是怎么了呀？我去看一下。怎么会这样啊？夫人，姑父。这是什么？是身片。这不仅是身片，里面还有砒霜膏吧？砒霜？芳草，芳草，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你跟我说。芳草不知道，芳草不敢说。你到底是不知道还是不敢说？说呀。是大小姐，事发之时，只有她在主母的房间里。我还提醒过主母，说大小姐一直怀恨在心，可是主母偏偏不听啊！现在惨遭了她的毒手。喂，孽障！你竟敢杀自己的母亲！你这干什么呀？干什么？她杀了我的妹妹，我要她血债血偿！你闪开！九兄，你闪开！事情还没有搞清楚，我不相信浩兰会是杀人凶手。那你说怎么回事？不，你说话呀！说，你到底有没有啊，浩兰？我没有杀人。可是这房间里除了你以外没有第二个人，不是你是谁？居然杀害自己的母亲，真是太残忍了。都怪这丫头心狠狡猾，罔顾人伦，这种女子就应该千刀万剐。你杀害母亲，天地不容，我要你血债血偿，就地处决。不，来人呐，在，把他给我捆起来。走吧，你闪开。别，别把我的女儿。干什么？你松开我女儿。你们不能带走我的女儿。大将军，
你这样欺凌一个弱小的女子，将来王上和王后知道，你吃罪得起吗？众目睽睽，大家都知道你是凶手，我把你就地处决，也不会有人多言。我们都知道你就是凶手。大将军说的对啊，大家都亲眼目睹，快绑了他！你杀母，当判车裂。你笑什么？我笑，笑你们愚昧。谁亲眼看见我杀人了？说，谁看见了？你。你。还是你。光凭一个婢女似是而非的话就认定我有罪。我敢问一句，你们又是谁？凭什么在这儿私设公堂？李浩兰，今天在场的各位可都是你的长辈，是朝廷的栋梁。你竟然如此大言不惭。高将军说的对，我们要替御史父讨个公道。对，讨个公道。或许你们今天想讨的根本不是公道，而是为了讨好这个人。你们惧怕高家的权势，今天他说什么就是什么，根本不给我分辨的机会。不管你再怎么争辩，杀人的事实都不可改变。他是自杀的。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绝不可能。自杀？怎么科目没有自杀的理由？因为他马上就要死了，再不为秀玉报仇就永远没有机会了。不是这样的，御史父已经痊愈了。简直就是满口胡言。痊愈？是啊，医师已经说过了。那日我靠近高敏的时候，我故意在他手腕上染了一点青黛，后来医师接手诊巾的时候，手上却是干干净净。你说这是为什么？因为医师诊的不是高敏的脉，而是一个健康人的手。你们在床帐里藏了人。不是的，这不是真的。你说，给我说实话。不是的。事后我还一直在想，高敏为什么要假装婢女坚持参加寿宴。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他是想让所有人知道他根本没有自杀的理由。是不是这样？方才不知情啊，方才真的不知道。你不知？方才不知道。你们偷龙转凤，暗中调包，敢说不是为了麻痹我的警惕？父亲、啊，这个丫头前言不搭后语，分明就是隐藏了真相。不如将她严加审问，真相自然水落石出。方才你说不说？你要不说，我现在动家法，我打死你！说到底怎么回事？李浩兰，这一切都不过是你的猜测而已。到底是不是病入膏肓？尸体不就在这儿吗？不如请医师再来瞧，一切就水落石出了。是啊，来人，你说不说？你不说，我现在把你绑起来。是这样的，我真的不知道。芳草，你自己不要命了，连全家人的性命都不想要了吗？你要知道，你会连累你全家遭殃的。大小姐饶命啊！慈儿小姐没了，主母病逝于诊，连医师都说她没几个月好活了。再说，就算不能定大小姐的死罪，哪怕是加一个杀母的称号，别说入宫为妃，这一辈子都会遭人唾骂的。真是可怜啊！这么容易就认罪了，高敏真是认错了人，连我都觉得好失望呢。求大小姐饶我一命。大将军，您听清楚了吗？父亲，好了，我的女儿，我长东西，我让你离开，我让你离开，离开。是，我要离开。为了一个女人，放弃辛苦筹谋的一切。我既然可以放弃，自然可以重建。不过换个地方，一切从头再来。愚蠢、可笑、无知！离开了这个地方，一切从头再来，你谈何容易啊！父亲，你应该对我有信心。我当然对你有信心，但是我不能容忍你为了一个女人，放弃所得到的一切。儿子，你是父亲的唯一，
希望你光宗耀祖，名扬天下。你不是说过吗？有朝一日，你能把天下踩在脚下。你现在怎么了？被一个女人弄昏了头了？说话，说话，你说话呀！我记住，你个混账东西！对不起，父亲。一个男人若是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又谈何家国天下？既然答应了他，就不能再食言。不孝之子，你个混账东西！你给我滚，永远滚出这个家！你不是我儿子，滚！你给我滚，滚出这个家！滚！我滚！滚出去！滚！好兰，好兰，你等等。为父不明白，你怎么会怀疑到那高敏是在装病，想办法测试他呢？母亲面对苦难，她只会哭，只能忍耐，最终落得毫无尊严的下场。但从我母亲死的那日起，我就告诉自己，防身的匕首永远不要放下。这次我回来，就是为了给她机会动手。哎，好了。如今你娘大仇已报，这下你该安心了。父亲，真正的罪魁祸首不是您吗？你说什么？女儿很感激父亲在最关键的时候护着我，但女儿永远无法理解您。您让我母亲陷入不幸，让高氏陷入绝望，连同我和秀玉都被绑在一条永远无法解开的绳索上，不死不休。真正毁掉亲情的人是您。浩兰，你您既然娶了我母亲，就该好好爱护她。您既然娶了高敏，就该维持平衡。可是您什么都办不到，您处处躲避退让，才造成今日的局面。到了今天，家中每一个女人受到无可挽回的伤害，都是您的错。父亲，您这是干什么？吕不韦，你给我听清楚了，此人15年前魏国爆发了山洪，是他背着你逃离了险境，他是你的恩人呐。此人30年前扶着你蹒跚学步，牙牙学语，带你度过了童年，还使你成为了家主。还有，此人当时路过楚国的时候遇见了山贼，他身中3刀，险些为你丧了性命。这些人对你是恩重如山，你现在离家出走，难道就不可以跟他们道个别吗？啊！还有，这些都是我们吕氏的门客和忠仆，他们为你出生入死，创建家业，是依你而生的人。现在你不负责任的出走，他们别无选择，只有死路一条。好，好，好，好。既然如此，那我就替你铲除这些障碍，你就可以安心的走了。父亲饶命啊！安心的出走去吧。父亲，你真要如此逼我吗？不是我逼你。是你逼我。你今天如果走出这道门，我就把你的忠仆和门人们斩尽杀绝。哼哼，
他们都是吕家最得力的人才，是吕家东山再起的资本。父亲想杀，杀了便是，全都杀掉。你看我会不会眨一下眼，说半个不字？你给我站住！吕不韦，你临走以前，先给你老父送了终在逃。别拦着我！父亲，父亲。你非但与人私奔，还冤枉自己的母亲和妹妹。你可知道世上还有廉耻二字？你我从小之夜倾心相许，如今你忘记了自己的誓言吗？我心愿之人本就是秀玉，而非品行恶劣的你。吕不韦，但愿你不会再让我失望。我要见你家主人。你是？你告诉他，我是李浩兰，我来问他要一个答案。请稍等。上次我说那个伤，可千万记得。一定一定。你找吕不韦吗？请您让他出来。真没见过这么不知羞耻的女人，自己找上门来了。我和吕不韦有约在先，我来问他要一个答案。他早已经给你明确的答案了，你还要什么答案呀？我要亲自听他说。不知道羞耻，我就可以告诉你，吕不韦不要你了，永远都不会跟你在一起了。赶快回家吧，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这就是他的答案？对呀，这就是他的答案。我告诉你，你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女人，任何一个有远大抱负的男人都不会因为区区一个女人放弃自己唾手可得的前程。滚吧。关门。原来你在这儿，我们都快把邯郸城翻遍了，跟我们回去吧，耽误了回宫的时辰，大家都吃罪不起。
山万里，一梦花絮，明月初晨，此生已相许。风过落尽，看破千帆，又起落单相惜。举双相伴，青涩在雨里。